Hello， 台湾的朋友晚安。今天我太太煮这个给我吃，因为她手刚刚好，就煮一些比较简单的，但是都不简单，因为要准备很多，对吗？这个红萝卜，然后有一些葱啊，蒜头，然后葱头，猪肉汁的面，汁。鸡汁面啊，我叫啊雅鸡的那个鸡，对吗？会飞的鸡，我们吃鸡的鸡，音是一样的吗？好了，祝你们平安喜乐，晚餐吃什么？我要启动了，哈哈，肚子饿，拜拜喽。